准说过他的香还要加入中药，原来香篆里的骨灰竟是这么来的。阿姐，穆姐姐，请问，喂，看着我，这些确实白天在制香厂劳作的工人，但现在他们都被控制了，我们走。十娘子已经被柳拂衣的七杀阵困住了，不可能再控制这些工人，难道大妖另有其人？人毫发无损地踩过了七杀阵，怎么会？妖怪的妖气越重，困得越紧，不可能对十娘子毫无反应，除非……拂衣！柳哥哥，谢谢你一路抱着我。邪物，怪你总是怕我靠近。自不量力的捉妖人。他是要挖柳大哥的心吗？不要，不要。而已，捉妖人刀剑天血，谁会未死？可靠，只是拂衣，瑶儿，拂衣，不要怕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谁让你招谁去？偷刘大哥的心做什么？虽然在这个世界里，心脏离体也不一定会死。这个大妖利用柳大哥的善良，你太可恶了吧！你真傻，我掏心怎么将柳大哥做成我专属的玩物呢？找死！你想杀我？我是天生地长之幻妖，金阳坡这天地山川皆为我所操控。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是白